这个尿道炎呢，总体来说呢，就是尿道里面的一种细菌性的感染。这个根据感染的细菌的种类不一样，我们当然就是我这里说的细菌呢，应该是广义上的，就是说它包括有细菌呢，有支原体、衣原体啊，有这些东西，都在里面。就是根据感染的细菌的种类不一样，它的诊断和治疗不一样。最常见的呢，尿道炎呢应该是淋球菌，淋球菌是比较多见一些。当然我们根据这个，只要诊断清楚了之后呢，根据这个治疗都是恢复比较快的。包括尿道口的刺痛、尿道口的分泌物、尿道口滴白、还有尿道口的红肿这些症状。这个呢。